小百合登场。其实我刚刚来的时候，在现场已经看到很多，像那位大姐姐，哇，那位大姐姐已经坐在椅子上，因为她是来太久了，她早上七点就来啊，七十几岁，她七岁就来了，到现在，我们才三周年，太厉害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真的，等一下好好跟她拍照，要跟她互动，这样，所以节目都已经三年多了嘛，哈。那今天很难得，是第一次这样跟大家一起见面，那所以今天有求必应，好不好？比如说要跟张立东玩联谊的啊，对不对？有单身的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还是有啊？哦，学长啊，哦，台科大，好啊，好啊，优秀，确定，加油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是跟我们的外国艺人朋友们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可以有一些互动。太开心了啊！好，接下来来换谁？来，信雅，信雅，有你的举你的牌子啊！有，你看，金钟以后，哎，金钟啊，以后，神预言，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就是很开心，大家今天来这边跟我们一起，就是庆祝三周年，然后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玩得很开心，然后继续支持我们同学来的，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准备好那个金钟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了吗？还没。对。那等一下，赶快去定妆哦。你们不是要当我的醒狮吗？啊，对，我们刚刚在后面有聊过了，就想说，走红毯的时候，应该要怎么样帮欣雅加油？对。后来想想说，我们把醒狮团改成醒牛团，就我们去弄那个牛车的感觉。对，牛车啊，这样，然后顺便也帮同学来加油打气一下。希望明年我们也入围啦。对。然后那石头掉出来是同学来了。啊，对。所以牛嘴巴张开，唰，就同学来了，这样，就是我们制作人的打底。不会 ，OK， 啊，来纳豆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纳豆，来，耶，豆哥来了，看到没有，多棒啊，是不是？纳豆怎么样，开不开心啊？开心啦，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入围，然后可以就在大家这边。啊，没有，入围是他而已。对，入围是他而已。早晚先谢。他在讲这个吸引力法则。他提前啊，对啊，提前预祝。我跟你讲，那我跟你讲，我先说感言好了。好，谢谢，没有啊，首先谢谢中天电视台啊。对啊，真的，对啊，让我们得到了这个最佳节目的主持人奖，跟节目奖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哎呀，谢谢啦，入围又得奖，太棒了，开心啊。好开心哦。好了，这个之后再说了，好不好？赶快，就是三周年很不容易啦。一个节目现在做节目蛮不容易的嘛。对，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做到我们每一个班底啊，或者是主持群啊，都结婚生小孩。哎，哦，长长久久。我们有可能你要等很久啊，所以你永远单身，怎么回事？联谊的单元要一直办下去啊！对，这是好事啊。丰田来讲一下，首先在这边祝这个多谢来了三周年快乐。哦，这都是你们看一点看起来不快乐啊，我总在紧张嘛。那这一切都是你们的支持，因为现在一个节目做三年是真的不容易的。那我今天好好，没有你说啊。对啊，我们要养你的敷衍。对，我蹭你们的热度。不要这样讲，没有，丰田很可爱的，又帅气，对不对？帅气担纲，而且又幽默。哎，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外国艺人朋友们，也让他们讲讲话。好啊，因为毕竟其实有很多都是他们是真的，因为现场才会这么多人。对啊，近距离可以接触的。是啊，来，谁先来？女生先好了，女生先吗？好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友。哎，很多节目我们 YT 下面很多都是马友粉。谢谢大家支持。然后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同学来的，然后就是我自己化妆吃饭都是配同学来的。
所以我自己也是一个铁粉。然后呢，就是每一次录影的时候啊，Ken哥啊、欣然姐、纳豆哥，我其他班带一班的主持人们都对我非常好，然后就是让我学到了非常多，然后每次上节目觉得很开心。所以就是特别想要谢谢主持人们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然后也谢谢粉丝们。好棒啊！这是我看过他最真心的一段话。我觉得后面的压力比较大。后面的压力大吗？不会啦，大家都很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对好，小百合，哎，多说。真的很开心今天出席这个活动，然后我也真的很喜欢这个节目。不管我不在的主题也我都会看。然后我都会看你们的留言，然后也很喜欢录影的时候的热闹。谢谢大家都支持我们 ，Daisuki，Daisuki。其实这两位的，你看他日本的朋友礼数都非常的够。那每次有时候他有时候去日本啊，回来录节目的时候，都会带一些欧米亚饼。对，风险不是日本。对，所以真的是麻烦多去几趟。回来都有好料的，好开心哦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接下来，来，子龙，来，子龙，帅哥，帅哥。啊，没有啊，手啊，我们是你们的，对呀、啊，意大利，妈妈咪，帮我煮那个手，真的，好吵，真的啊，左右。怪怪的，谢谢你们来了，是我的信又打开了，因为你们，但是我现在觉得很惊讶，后面有一个人一直在弄我的手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没有，真的很感动，因为其实阿天啊，还有其他主持人，除了在我背后弄手以外，还有真的。一直来都有在帮我们，就是上节目的时候，对啊，不是有不是一直就是我们选节目上的观众是一起，他们是很资深的、很厉害的，不是培养我们，然后又让我们越来越红，越来越茁壮，而且不，但是我们要谢谢他们啦，因为像子龙，他有时候常会跟我们讲一些意大利的文化啊、饮食相关的议题啊什么等等的，其实都让我们了解很国际观的、国际观，非常棒。因为互相了解越来越多，我们也通过这个节目，其实了解越来越多这边台湾的，我们本来不知道的东西，我们来想不到的一些文化的点。对，我对大家都很有。他的台语，他台语歌唱得比台湾人还要好，哦、对不 对, 对？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浪子回头啊，对啊，浪子回头啊，什么 Gay Out 啊等等这些歌，罗喉声对不对？都会唱，哎，厉害！待会时间不够再让你唱。是巧克力奖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芥末。OK， 好，巧克力跟芥末啦，啊、哦，芥末的有两个人啦。巧克力有吃到，我吃到巧克力有三位。好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吗？因为是啊，因为是立冬这一对的关系，所以五个都是芥末的。我怎么看到都是芥末？好，没有，好来啊，来，好像是运气，运气的啊，加油哦！你们不会知道。首先 ，Number One， 你先好，我学弟先，学弟加油，加油。嘴巴不要露馅，对，不要露出来，芥末不要露出来。来，给他们看一下表情。是假的，哎呦，假的，这太假了啦！台科大的，台科大，很明显，有没有考虑要转学啊？表演系的，对，因为我好，来，好，来，一点点我受不了，所以说他们是一个大坡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受。来，我们二号。那都要监督哦，他有没有吃大口哦？干嘛啦？浮夸哎！跟立冬一样都浮夸。来，记下，他帮得全世界知道他吃到了芥末。哎，哎呦！那是怎样啦？哇，我知道他们这一组了，就是他五个人都表演得很烂，让你猜不出来了，到底谁真的知道？好可怕！原来用这一招哦，来接下来，哇，加油！
结果你最丑。好，哎，五个人都浮夸，都要走浮夸路线，都走一个。快，子龙。高高了，然后这种的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呢，石头做好了，这也是一招了。对对对，好，用烂来想办法破损。好，安西啊，你们这一组觉得有没有一些给彼此可以给一些意见啊？哎，因为他绿色，因为我是觉得现在脸不代表是没有没有，因为现在脸还红着的，就是张立东跟第一个啊，对，穿黑色外套会容易红吗？张立东，你是说脸嘛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好。然后张立东刚刚演技偏浮夸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湿到，所以他故意要演得更浮夸。OK， 好。OK， 所以是立东跟这一位。对。好。OK， 好，决定了。那我们一二三有湿到就举手。好，好不好？好。三、二。五个都要猜，是不是？是猜有谁吃到，谁没吃到这样。好。哦，那我们先从第一位吃了这个。啊。第一位就是都要猜他到底是吃到还是没吃到。哦。对啊，你不是猜他吃？对，我们第一位他跟立冬吃到吗？其他三个都没吃到。其他三个没吃到。好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举手，有吃到举手。好，三、二、一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回事？我就跟你讲，我们四个是有辣的嘛，真的假的？打我们的，四个辣的，他还跟我说没有啦，绿色就是代表不一定啦。我们四个，只有一个没有，你们四个人啊？不是抹茶口味吗？是真的芥末。哎，没想到哎，演艺圈就是不公平啊。那这样，我再不辣，这样我再黑了，我六周年再来抱怨。